先走到了。车堵的都下来找厕所，不去这里上厕所。赶紧写过的，12个小时，12个小时跑了110公里，还没出广州，真好。一年赚1亿的和一年赚100块的，在深圳珠三角这种地方啊，不是深圳，整个珠三角啊。你开车能走得动算你牛逼，你赚多少钱在这里都得老老实实给我趴着。中秋国庆放假的第一天啊，新能源上面放假的第一个是谁呢？我们打开国家电网的 APP， 发现它的网络已经登不上去了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充电和站点查询，基本上是全部不可使用的状态啊。第一天高速上面全部崩溃，这你受得了吗？开着电动汽车的红旗 Cramo 啊，准备往家赶呢。咱们到那个服务区这儿了，高速服务区啊。你看看身后，这多少台车电动汽车在排着队呢？啊！相当不方便啊，电动汽车真不能买呀，老铁们呢。我是不是有点像7月15、6月15还是5月15来？哎，是不是安静的有点过分了？以前超市过节那人乌泱泱的，而且排着队，手拎肩扛，马路上的小汽车那后备箱，电动车也是前面装后边装。可今年超市这个月饼啊，是想卖的卖不动，想买的买不动。哎，这好不容易才看见一个人在这里订月饼。往年要是中秋节前的一个周末，那商场里面的人非常的多，大家都在忙着挑选，哎，自己要送什么人，送给谁，哎，他喜欢吃什么口味的，或者对方的年龄怎么样。6分，人家在排队，你是要的，这个不可以走的啊，硬吃的不可以的，好吧？来，驾驶室，行驶啊。来，下车，下车，来。
生意了，国庆节的高峰起来了哈，一动不动了哈，全部都下来甩了。高速排队充电。